起床上班，现在是凌晨1:30。这边是戴口罩捂出来的痘痘。好，洗完脸刷牙了，我现在得找个东西把我脸上的痘痘贴一下，因为破掉了，容易增加感染的风险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上班出发之前，我要先滴个眼药水，然后还要再喷一个鼻腔的一个喷剂。啊，真的很难受。我觉得可能会饿，后半夜。然后过会儿我要换上我的成人纸尿裤，去上班。这条走廊每天都很安静，因为每次每个时间段都有人在睡觉。滴个羊水，你滴了吗？喷那个鼻子了吗？现在是凌晨5:20，里面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，对，而且它是那种粘在身上的，特别不舒服。终于下班了，这衣服湿了干干的又湿。走，打卡。我现在已经进房间了，进房间第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先洗澡，要冲澡，要冲半个小时，然后要滴眼药水，清洗鼻腔，然后清洗耳朵，进行消毒，这些我都做完了，然后我要准备睡觉了，太累了。终于又结束了一天，拜拜。